好像流不太出汗，没有办法排水，所以我就决定就是穿着很厚的羽绒外套，然后一直跳一直跳，就会很容易就流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Jumbo 幻蓝小熊 ，I'm。大家好，我是 Ian， 我是 Vian， 我是信，我是玉，我是 Nico， 我是彩珍。非常感谢台北的记者大哥跟大姐们来到这边，然后来见我们幻蓝小熊，非常开心能够再次见到各位大哥大姐们，谢谢。跳个五十下，什么？你跳个五十下。哦，因为那时候就是后面已经有一点习惯跳绳这个模式，所以前面刚开始真的很喘，就会大爆汗。但后面开始比较习惯以后，就发现因为我比较不会流汗，所以就好像流不太出汗，没有办法排水，所以我就决定就是穿着很厚的羽绒外套，然后一直跳一直跳，就会很容易就流汗了。